你要去相亲？可是大姐，你不是最讨厌男人吗？走个过程而已，小仙帮我一下，等着看好戏吧。你来这就吃泡面啊？我就好这口，不用管我，你点你的。好。二姐，你们这也太损了。大姐那边有情况。王伟，这就是你的相亲对象啊？看来咱俩分手后，你眼光越来越差了呀。这是我的选择，请你放尊重。你可真是奇葩，给你100块钱去吃点好的，顺便买瓶好的洗发水来打理一下你这像草垛一样的头发。你吃什么是我的事情，你管那么宽是因为你脸盘子大吗？还有头发上的缺陷可以用这款洗发水解决。可可威尔洗发水内含澳洲茶树精油，能深层滋养头皮，修复受损发质，但你人格上的缺陷却是难以修复。玫瑰的味道，100块你还是自己留着吧，毕竟你身上的劣质香水味让我觉得你有必要去买一瓶。服务员，麻烦把这位小姐请出去。好的，乔总。哼，乔总，看来是我有点痴心妄想了，今天实在抱歉，我先走了。等一下，大姐，我大姐见男生从来不打扮，兄弟你有戏哦。这是我的名片，有时间打给我。好的，走吧。怎么样？第一步。很多都是我二姐送的。对呀，你二姐是开美妆店的，那你能送我点吗？好吧，那你挑一个吧。该选哪个好呢？婉儿，反正你二姐会送你，你就多送我点吧，别那么小气。哎，你这个我一直都没有买到，这个我都用完了。这口红我还没用过呢。我替你用。面膜没有了呀。你二姐屋里肯定有很多面膜，你去帮我多拿两盒，要贵的。不行，还没经过我二姐允许。你们又不是外人，你不去我去。哎，不行。天哪，这么沉，要不要再送张脸皮给你？我做点化妆品嘛，干嘛那么小气？哎，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，我很高贵但你免费。这样吧，看在你是婉儿朋友的份上呀，给你打个会员折扣，一共呢是2146，再给你抹个零头，2140，微信还是支付宝？你们就是这么对待客人的吗？你这种人不适合做客，是我送你走还是自己走？你婉儿，咱俩绝交，拜拜，不送。我真没想到在学校唯一的朋友会是这种人，我先回屋了。婉儿，你还有我们。做姐姐不是找妹妹吗？别的东西都可以，但饺子不行。行了行了，别抢了，这里还有一盘呢。这要是我孙子在啊，每个都得咬一口先站着呢。李奶奶，这就是您孙子吧？好可爱呀。是啊，这就是我孙子2年前的照片，现在也不知道长多高了。今年呢，终于来我这里过年了。儿子来电话了。儿子，你们快到了吗？妈，公司有急事，过年我们回不去了。哦，你先忙。乐乐，来跟奶奶说句话。奶奶，我想你了，来陪乐乐玩好不好？乐乐，奶奶也想你，有时间去看你啊。妈，我先挂了啊，等忙完事我再去看你啊。你们多注意身体。我都能理解，现在的年轻人啊，生活压力大，结婚生子，买房买车都需要钱，哪像我们那会儿啊，两个铺盖卷到一块儿就是一辈子。你们赶紧吃吧，都凉了。哎，奶奶，要不然我们开车送您去儿子那边过年吧。对呀、啊、可是大姐不在，我的车昨天送去修了啊，那怎么办啊？你们的好意啊，我心领了。我记得支付宝上有个一嗨租车，赶紧看下。输入一嗨租车，只买信用分550以上就可以免押金租车，哎，各种车都有。我们这儿有吗？有，全国5000多个网点，楼下就有一个。嗯，还挺便宜呢。那还等什么？赶紧走啊！饺子还没有吃呢。哎呀，打包过去一起吃。